朋友们大家好，在这儿呢给所有朋友们来一个撒网教程。朋友们，这是一个两只眼四米的小飞网，朋友们，这个8斤8两到9斤之间的重量，上面咱们打了一网了去抄。小朋友们，来他拉撒网，来拉好圈，有层次的拉好圈，朋友们看见没有，拉成圆锥形，看见没有，对着那个丝板打一网，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鱼。看看朋友们，拉好圆锥，提起来一两个兜，抓到手里，朋友们看见没有？右手朋友们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就这么着，提起来一两个兜。你看懂了吗，朋友们？我讲解的不是很详细，朋友们。如果你能看懂，朋友们给永舅来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来看一看这网能不能打开。看好了啊，轻轻的往后，猛的往前，好，哈哈哈！点关注看直播，朋友们打得不漂亮。